嗨，大家好，我是小兰医生，欢迎您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身体内那些看似不起眼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小警察局——淋巴结。虽然淋巴结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不太引人注意，但它们可是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现在就跟着我，以轻松幽默的语气，一探七个关于淋巴结的冷知识。第三个吓一跳，淋巴结是免疫系统的卫兵驻地。首先，淋巴结可是身体内免疫系统的卫兵驻地，它们像是小小的上位站，负责监控体内的状况，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安保总部。二，淋巴结是废物处理厂的检查站，淋巴结还是废物处理厂的检查站，它们过滤淋巴液，清理其中的细胞碎片、细菌和病毒，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废物处理工程师。三，淋巴结是信息传递的邮局。来了，第三个吓一跳的冷知识，淋巴结可是信息传递的邮局，它们通过淋巴液传递免疫系统所需的信息，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超级通信站。四，淋巴结是白血球的集结地，别小看淋巴结，它们可是白血球的集结地，在这里白血球聚集，共同抵抗外来入侵。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免疫集结点。五，淋巴结是免疫记忆的数据库。你可能没想到，淋巴结是免疫记忆的数据库。一旦遇到外来威胁，淋巴结能够记录下来，为将来的防御提供支持。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防御记事本。六，淋巴结是体内液体的清道夫。别忘了，淋巴结可是体内液体的清道夫。它们过滤淋巴液中的废物和杂质，保持液体清洁，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环卫工人。七，淋巴结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最后，这是淋巴结的最吓一跳之处，它们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淋巴结肿大可能是身体抵抗外界侵害的表现，简直就像是身体内的警报器。哇，淋巴结原来这么神奇又不可忽视。希望这篇文章让你在欢笑中学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知识，别忘了把这份冷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一起领略淋巴结的奇妙之处吧。您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发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